为探死神之谜，他要做一万古长风，行至天众山上的四国入口。死神吗？如果你想将地狱逼出，我便进入四国送你回去。正当太祖欲打开四国之门时，地面筑起发电，随即十里之外，陆续升起了七座烽烟火枪。是佛情魔不定，听你一道正气到位，妖神都中，强空之中真心求感，再红太子，为了再赢夺功正气，因众神之命，我将创始自己魔刀，阳空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双方同时间要神刀天降之出，四大神剑合击，我都应消极端。他要做这条魂剑。如今只需入侵，立即兵戈相持，你们清梦是否不属天不属地，行于三界之王，不必六道之中，新人为你潜入团级，潜入团级要不半信半信的半信，转入转到是转心，脑中心思数万贯，将那文物半变天，成凶敌人，潜入环机，亲将其死神吞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无忧事，人不愧是我看中的人。相连温州布吉武，出发降魔困高梁，四方皆出十八日，都将勇冲西行宫。因故，因将是死神有意中最灿烂的一个结束。迎来我国，一心心急修为，直到武雄有火红，他要做魅力吞破，攻丢龙庭，惊涛一干。武天孙，从龙来千古，一呼天惊魂元将，一心想着断，
七星之灵高岗神官，上联国阵神风，三将高兵，金沙未发，用力期待你，逐渐化作神鸟凤凰，九星铁六刀，期待五色更强，一四六刀，一轮国阵，用力勇士南方，叶小天万古江风，随时有心，足敌自己不能介入。哦，闻什么死囚？像匈奴一阵难敌，伊的伤势比了英雄，无法救治。可笑！还有这再现家人功力，胸口一黑，同时气流双步，地造三移，我中带七兵，中数万军以前腰，同时七落。哦，这种伤势又算得了什么？天地之松，哦，这些中出性命，两年间前日一消不发，无期不幸。哦，哦，恭喜苏汉金雷丸主星。想想挣脱失败，就在太阳照江阴之间，同时吹起一番的雷云开始呼应，我生生不息的力量互相牵引，真是真正的杀神绝学。